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第一个议程的讲者，那陈胜伟老师。陈胜伟老师目前是在主要的职务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那他同时也是在有在玉山银行服务。Dr. Chen is currently the executive of the Taiwanese AI School, and he also works on the eSun Bank. And his topic today, 他的今天的讲题会是人工智慧民主化在台湾。那我们欢迎陈老师。大家好，今天非常谢谢台抗台湾的邀请。虽然这个会议应该这几年都办在众议院，而我自己在众议院服务，不过我是第一次参加。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人工智慧民主化在台湾。那我自己的正职还是众议院资讯所的研究员，只是我有很多兼职，现在好像是流行叫斜杠嘛，我叫斜杠中年。非常多的斜杠，那我花很多时间在人工智慧学校，等会跟大家介绍，然后同时也是玉山金控的科技长。好，那我自己呢，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一样，好，我在各位这个年纪的时候，完全 exactly 就是在做一样事情，只是那时候不是写 Python。我在十岁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啊？1986，那个时候我是在写那个 Crypt Basic， 好，那个时候写 Basic， 然后后来大概1989的时候都在写 Pascal， 好，然后在是1992的时候都在写 C 跟 Assembly， 好，那个时候其实困扰最多就是指标。我现在发现大家都好幸福，都不用去对抗指标。好，那个时候我的偶像是 Richard Garriott， 因为他是那个创世纪的作者。好，他创世纪一代呢，他重写了20次，所以我非常佩服他，一直在做 refactoring。好，那个时代，好，但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名字。那我大学的时候都在搞 SOHO， 都是在接案。那个时候接案我用的是 Delphi， 好，大家应该都没听，应该你们应该都没听过，它是 Object Pascal 它的语言。好，那后来我都在写，好像那个我 ACM ICP 系打了好多年，就是那种城市设计竞赛，好，都是用 C 语言，那时候都用 C 语言在写。好，大家有知道这个比赛吗？应该有，如果在资讯系应该会参加这个比赛，就是给你3个人抢一台电脑，然后有6个题目，5个小时要把它做完。好，那我2000年的时候我有写2本书，就是基本上同一本啦，只是一个是 Delphi， 一个是C 加 Builder， 只是不同语言而已。好，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在写 Windows Programming。那我2002的时候决定去念 PhD。那时候在台大电机念 PhD， 那我那时候呢就想要kind of 转行，好，就是以前都在写程式，但是呢我想要开始搞资料。那个时候2002年的时候，那我记得那一年呢，我其实2002的时候根本没有 Big Data 这个词，所以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 Data Science， 如果你每个企业都知道 Data 的重要性。可是2002年的时候，你去跟企业说，我要分析你们的资料，每个人都以为我是商业间谍。我就说，我是台大的博士生，我干嘛，我跟你要资料，我拿去卖给别人吗？好，不过 anyway 呢，后来找到一个好心的，我花很多力气，后来是那个这个我的同学的妹妹的男朋友的主管，好，是一个游戏公司的一个中介主管，他就觉得好，我们来支持一下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干嘛。那他就给了我20个小时的资料，一个游戏叫《神州 Online》，好，他给了20个小时的资料。为什么是20个小时呢？因为我硬碟录满了，好，我录他的那个 Packet Trace， 啊，那个 TCP 封包，把它全部录下来。OK， 那个20小时的 Trace， 我就分析了2年，写了10篇论文，然后同时也是我还有我的博士论文，然后就这样毕业了。然后后来2006年。到前几年呢，就一直在跟制造业、电信业、网络啊，或者是金融业在做合作。大家比较知道是做跟伯克莱合作，还有跟悠游卡合作。好，那我都会从自己张照片开始。如果你听过了，你再重新看一次哈。那个这三张照片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好，大家知道，因为科技的进展会带来社会的改变，那社会改变最大是结构的改变。OK。那这三张照片呢，分别代表一个曾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已经消失的职业，因为科技的改变。这个人在做什么呢？这个人在念故事给大家听，在念新闻给大家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留声机，
所以呢，工厂就是完全没有声音，非常无聊。所以呢，要有人念东西或讲东西给他们听，不然他们会罢工。这个人在干嘛？早上要早起，在没有闹钟的年代，除非你跟爸妈一起住，他们会叫你起床，不然你就要付钱给这个人，他要早上七点去敲你的窗户。在没有闹钟的年代，你要怎么早起？想想看，这个呢？这个人在做什么？大家知道呢，是先有飞机才有雷达。40年，中间隔了40年，在这40年间，如果你要知道你飞机快到了没，你要这样子的人再加上设备去听，哎、啊，飞机好像我飞机快到了。好，所以呢，很显然他们三位都失业了嘛，对不对？因为科技的进展。好，事实上科技进展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好改变是非常非常多，不胜反举。好，那用这三张照片来讲这一句话，就是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这个世界上，这是西元前五世纪的一句话。好，就是这个世界不停的在改变。那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主动去适应它，一个就是你等着就会被这个就会被改变掉。那大家一定知道说，这几年呢最重要的科技，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智慧。好，大家应该都认识它。韩国棋士李世石，好，那大家知道那个最后一个版本，好 ，AlphaGo 那个团队的最后一个版本呢，真的其实非常重要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好，大家知道 AlphaGo 团队已经算是解散了，他们已经不做 AlphaGo 了。好，他们最后一个版本叫 AlphaZero， AlphaZero 的意思就是他把 Go 拿掉，然后多一个 Zero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程式呢非常妙，这程式非常妙，它就是完全没有围棋的 domain 号。早期第一版的 AlphaGo， 包括跟李世石打的那一版的 AlphaGo， 里面都有围棋的弄号，但是这一版没有。这一版呢，同一个城市它精通三种棋，基本上你要加其他棋也是可以的。好，就是它这边是象棋、国际象棋跟围棋。好，那用一个东西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做。好，那对，那 zero 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完全不需要，它是 zero knowledge from human。你只要给他规则，他就自己学会。那 Go 拿掉，是因为他支援三种棋。那大家都觉得哇，天哪，这是人工智慧的一个大突破，哎，人工智慧的一个大突破。但是呢，在你觉得哇，人工智慧将要统治人类之前，好，我觉得还是有两件事，我这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就是，人工智慧才刚开始而已，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棋类呢是一个封闭系统 ，cross system， 它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呢，它规则是明确的。那在模拟器里面，基本上他们在训练这个程式的时候，他们在训练这个程式的时候呢，完全都在模拟器里面进行。好，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写进模拟器。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一个 open-ended system。第一个没有办法写进模拟器，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则。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100%观测到所发生的事情。例如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很精确的预测台风的走向？因为我们人类在太平洋上方，每200公里才有一个观测站，观测雨、观测湿气、观测雨量、观测阳光、观测每一颗、观测这个整个每一层大气层它的状况。如果我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太平洋上方的每一颗水分子的位置都知道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预测台风、预测得很准。但是我们不行，因为我们观测资料太少了。好，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一只股票的涨跌预测得很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股票所有利害相，这个所有的利害关系人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简讯、每一个 email、每一个跟他身边的朋友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的话，事实上我们有可能是可以预测很准。但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好，事实上在一个 open-ended system 最难的就是观测。好，第二个这些事情大家要知道的是，他花了多少？这个硬体的设备下去，好 ，AlphaZero training 了3天，好，每一个棋在 training 3天。那他用的机器是什么？他用了5000颗 TPU， 一颗 TPU 相当于4颗 GPU， 所以5000颗 TPU 大概是20000颗的 GPU。每一颗 GPU 呢，我们你不可以
你 GPU 没办法直接拿来跑嘛，你要有 CPU、记忆体、硬碟、主机板这些东西。算起来，我们一颗算10万块台币好了，等于是2万颗 GPU， 大概是20亿台币的机器来跑这个东西。好，那现在你可以用租的，大家知道 TPU 现在是可以租 ，Google 开放1小时6.5美金，然后算完3天是7000万台币。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个程式码、把这个论文看过，程式码写出来，你还是没有办法跑。好，它也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了。OK， 所以看到这个 AlphaZero， 你觉得很开心的同时，好，还是要知道两件事情。它第一个，它不能 apply 到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 AI 才刚开始。好，那第二个呢是现在还是处在军备竞赛状态，我们不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拿着手机就去做任何 AI 可以做的事情。好，那这个。我相信我们 PyCon 的那个的参加者哈，应该可能很多都了解 Machine Learning， 不过我还是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今天是技术人，如果你不知道 Machine Learning， 你一定很快被淘汰，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在讲 AI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技术。那现在它也是唯一在这个时代能够长期超越 Moore's Law。唯一的技术，好，这个是、Google 的母公司叫 Alphabet 的董事长，他前几天在 Google I/O 的会议上，他就在讲这件事情，那非常有趣，就是说大家知道 Moore's Law 嘛，每2年 IC 的复杂度会增加1倍，好，然后现在呢有什么东西超过 Moore's Law 呢？是全世界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论文的数量，每2年比这红色是 Moore's Law， 这条是 Machine Learning 的 paper 数量，代表全世界人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好，那但事实上呢 ，Machine Learning 概念非常简单，它是说一个可以从经验里面萃取规则的演算法。啊，所谓的演算法，如果你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的，你演算法定义也非常简单，有步骤的方法。好，所以说基本上呢，如果你今天 programmer， 你要做任何让电脑判断任何东西，你不要再去 hard code， 不要再去 hard code 任何规则，你就相信演算法，让它去 extract 规则。好，那如你觉得定规则很简单吗？事实上非常的难。好，尤其你碰到我们生活中所有非结构的资料，好，例如说像只是0到9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事实上电脑发明是1960，那像美国的邮政系统，它的 zip code， 它的区域。那个叫什么邮地区号，全面用电脑来做侦测，也是大概接近1997年左右，也花了40年，人类才让电脑自动去判断这件事情，它非常难。你想想看，你用 if then else 侦测这个东西，哈，因为你觉得看起来有点简单，但事实上呢，你只是没有看到字写的丑的人而已。好，有的人的8就很像9，有的人7很像1，有的人4又很像9等等。好，那有些问题呢，比这个更难。好，例如说，你要判断是每一张照片，你要判断是狗还是 muffin， 你仔细看看得出来，没有错，我知道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但是你用写规则判断每一只，你用 if then else 写出来每一只是狗还是 muffin， 写看看，很难的。那这牵涉到一件事，这牵涉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呢？好，那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啊，对不对？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好，因为呢，我们人类有个限制，好，这个是1964年一位哲学家，好，这个叫做 Polanyi 他讲的，他说我们人类有个限制，很不幸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规则化，没有办法讲出来，没有办法讲得清楚。好，我可以觉得，哎，这个人看起来像是写 Python 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讲为什么。我说这个看起来比较 R， 这个看起来比较 Python， 好，这个看起来就是 SAS 的人，好，或者 C 加加的人 ，OK。但是你把规则讲出来，非常非常困难。那为什么我们 AI？ 大家知道 AI 电脑发明在1960，AI 的概念被提出来，也开始想要很多人投入，至什么时候？也是1960啊。其实从有电脑那一天，我们就希望让电脑可以帮助人做很多事的。那为什么我们到2001，其实这一波大概是我准确说在2006了哈，这一波 AI 第三波，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我们
失败，因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早期第二波的 AI 我们都试着要用，第二波 AI 有个其中一个主流叫做专家系统，就是我们试着用专家把它规则讲出来，然后叫工程师写下来，但是呢这波 AI 就是遇到这个人类的一个 intrinsic 的限制，然后就 fail。 好，那第三波 AI 就放弃这件事，你放弃人类吧，人类可以做很多事，但他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靠堂专家，我们靠堂演算法。演算法就是说，你就写一个演算法，然后你就给他 data， 让他去 extract 路。我不管你人类是怎么判断的，反正你就相信演算法可以 extract 那个路，虽然他的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OK， 好，那你从这几张图就会看出来，为什么演算法 extract 的路会有优势，跟人类比，其实可能是更有优势。例如说，如果你今天要让电脑辨识零到九，你在辨识九的话，如果你是工程师，你说哎、我要辨识九，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我就找到一个最标准的九，然后就去比对，跟我这个九越像越好，对不对？这是人类会定的规则。但你可以看到他定的规则，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 extract 的规则是。他就说我就看这个圈就好了，上面那个九，上面那个圈我下面不看。好，那原理是什么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圈呢别人都没有，它是 unique 的。第二个理由是这只脚呢别人也有，四也有，一也有，七也有，所以你看了就跟别人搞混。第三个理由是同样在九里面呢，有的人脚是这样子，有人脚是这样，有人脚是这样子，所以你干脆不要看它，因为它会增加 noise， 增加不确定性。OK， 好，或者是像七，他看这个勾，六就看下面这一坨，你就发现 machine 的演算法不是说他觉得应该怎么样，而是说他经过计算，他觉得这个 pixel 看的会有帮助，这个 pixel 不看会有帮助，他就这样做。OK， 那在更复杂的题目，例如说像人脸辨识这么复杂的题目，人类所定的路，我就是说去看，我们平常会觉得说，哦，我一定是看那个。人中的高度啊，双眼两眼间的距离啊，好，这些我们一定会看这些一些长度，好，或者大小。但是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现代的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其中一个现在最有名的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里面的其中一种叫 deep learning 嘛，深度学习，好，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得到，基本上用的就是有 layer 的路。等于它的规则是有分层的，你只要看到规则分层，那就是深度学习。好，那你会看到它的规则呢更复杂了。好，它是先看你脸上有不同角度的线条，这些做非线性组合呢，这些线条这些规则做非线性组合可以组出不同的五官，这些五官在做非线性组合会组出不同的脸型，这些脸型做非线性组合可以组出每一张独一无二的脸。然后再回头看每个规则的权重，用这些权重去判断你的脸是上次他看过的那一张脸。好，是这么复杂的规则，这里只列了三层啦，事实上比较现代的模型都是30层、50层以上。这些规则人写得出来吗？没有办法是用人去刻出来的。但是呢，经过实验，它比人定的规则都还准，所以你不得不用它。好，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在谈 deep learning， 谈深度学习，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它准。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也就大家也都在谈。好，为什么到前几年还是一本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反对深度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被解释。好，这个规则没有办法被解释。好 ，OK。例如说，好，举一个例子，例如说 Stanford， 它有一个团队在他们用。深度学习，好，是更精确来讲，是用 CNN， 好，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去判断说，给你一张大头照，你能不能判断这个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个人类来做其实非常的困难，好，他找了一群受试者来做，然后判如果是判断男生是同性恋的话，有 61% 会猜对，有女生的话大概 54% 会猜对，就比乱猜好一点点。但是呢，可怕的是什么？他用一个 CNN， 好，用个 deep learning 里面的这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来做，他判断男生是同性恋有 91% 的正确率，女生的话 80% 正确率。但是如果你问这个作者说，
这个团队的开发者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个男生的照片是同性恋？他说，因为这里跟这里跟这里有点 gay。 这是他的回答。为什么？因为作者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图怎么画出来的？这张 heat map 是因为他去 match 到了这张照片 match 到某个地方某些规则，他只是把那些规则权重比较高规则画出来而已。那这并不是作者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里面的每一行程式码都是他写的，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主要是他规则他解释不出来，他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解释。OK， 好，所以大概啊，大概是就这样子，就会有这个限制。就像说，大家知道AlphaGo 的团队的主要开发者之一就是黄世杰博士，好，他是师大资工的博士，现在在 Google 的 DeepMind 工作。在 AlphaGo 在下棋的时候，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会下这一步？为什么 AlphaGo 下这一步？他会说，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会赢，但是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因为这个下法，因为 AlphaGo 的下法跟人类的下法差太远了。好，最有趣的是，他上次去年11月他来，就是这个地方跟那个就在人工智慧年会，好，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非常有趣，就是他们第一的本来叫 AlphaGo 嘛，后来做了一个 AlphaGo Zero， 就是说把人类的棋谱拿掉，好，然后不看人类的棋谱。他说做出来之后，其实他们是又很开心又很沮丧，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围棋棋士的棋谱累积了几百年，他觉得这是人类的智慧的精华，对不对？你今天 AlphaGo Zero 就是不看人类的棋谱还胜过人类，你会觉得人类被打败了。然后呢，他就 很努力的试着把人类的棋谱加回去，希望让 AlphaGo 变厉害。好，结果呢， 他们最后放弃了，因为只要 AlphaGo 一看到人类的棋谱，他就变弱。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代表我们就是围棋其实可能有完全另外一种下法，我们可能累积了几百年都是顺着某一套的下法出来的。 OK， 好，那这个就是 AlphaGo 的应该说 Deep Learning 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限制啊，它很强但是它讲不出来。好，但是我不晓得这是限制还是我们人类预期太高，因为我们人类脑袋也许我们也没办法解释啊。好，你只能看到我的决定，你没有办法看到我怎么想的。哎，这个不好意思，有一些技术问题。好，那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好，就是 Google 怎么用 Deep Learning 这个技术。好，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inspiring。好，他在两年前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就有超过2000个计划，2000个专案在用 Deep Learning。两年前啊，不止两年，两年半前。好，那这家公司当然走得非常非常前面了。好，现在我当然觉得说它绝对不太可能 有任何一个计划还没有在用 Deep Learning， 因为基本上你只要用到决策的，甚至你的系统里面有任何常数的部分，好像我们写程式是会用到说我认为这个 tree 的 size 我先 allocate 多少，我认为这个 buffer 先 allocate 多少，你有里面有一大堆 metric number， 你都说哦，大家就这样做。但事实上，现在只要有常数的部分 ，resource allocation 就可以用 deep learning， 好，或是 machine learning 来帮你决定，它就可以调得比你决定的更好。好，例如说，如果你用 Gmail， 你就可以看到说，你收英文的信，它会推荐你怎么回信。例如说 ，Google Map， 它怎么知道门牌号码？因为它就去做 recognition， 好，这些就做 recognition， 大概 97% 以上正确率。好，看到门牌。这四个门牌，它 infer 出这个路名，这两个门牌 infer 出这个路名，好 ，deep learning， 好，或者是给你一张照片，它 infer 出一句话，好，这个也是 deep learning 做的，好，当然 deep learning 只要是 machine learning 都容易出错了，都可能会出错，就跟人会出错是一样的。例如说这张照片，他说这个戴粉红帽子的小女孩在吹泡泡，这 obviously 就错了嘛，好，这是一个头吧，这不是一个泡泡。好，那其实像 Google 呢，早期就闹了一个笑话。2015年6月，他就先上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只是说 classification， 好，这个叫 skyscraper airplane car bike gorilla， 好，那张照片就让他那一天就下架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新闻吧，蛮有名的。
好，但是 machine learning 就是用 pattern 去 match， 对不对？好 ，pattern 去 match 啊，所以当然会错、啊。但那所以呢 ，machine learning 其中一种 form， 其中一种形式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好像这里就是比较像，这是其中一种形式。好，它基本上呢，这种形式是最常见、最简单的。你给他一个 x， 他给你一个 y， 那 machine learning 帮你找到这个function。OK， 你给他一段声音，他给你这段声音里面讲了什么话，他给你 machine learning， 你 given 一大堆 x 跟 y 的 pair， machine learning 帮你找到这个 f， 对不对？好，例如说你给他棋盘的盘面，然后他的 y 就是你下哪里你会赢，那你。你给他很多很多，你给他下过很多次之后，他终于找到这个方向。那如果你 看完这个 form 你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 summary， 就是说那到底 AI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是什么。好，其实呢这个他们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定义。好，就是 AI 是最大的一个圈，那这一圈代表所有能够让电脑有类似人类智慧的技术，好啊，所以呢，这个 AI 外面这 AI 这层其实非常非常广，好，只是说呢，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叫 knowledge base 或者叫 expert system，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用人类定规则，让电脑看起来有智慧，好，但是呢，在第二波的人工智慧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说它不太 work， 它在比较难的问题它不太 work。所以呢，今天这一块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是传统的人工智慧 ，classical 或 traditional 的 AI。我们今天第三波人工智慧都在这一圈里面，好，叫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今天我们只要讲 AI， 就是基本上 basically 就是在讲 machine learning。好，那么 machine 比较浅层的 machine learning 呢，就是传统的在统计会学到的 regression， 好 ，linear regression、loss regression 和一大堆 regression， 它是在这一圈。那这一圈的 regression 有什么限制呢？它的限制是它没有办法做高维度的问题。好，你以前在上 regression， 你一定不会看过说，哦，你会说，哦，我们的 y 等于 f 的 s1、s2、s3， 对不对？你有看过说 x1、s2、s3 一直到 x500 万的吗？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好，当你维度太多，它就没有办法处理的好。那问题是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呢，绝大部分都是非结构的资料，都是文字啊、语音啊、语音啊、音乐啊、影片啊、照片，这些都是高维度非结构的资料。好，例如说一段声音十秒钟，维度多少？所有东西都是资料，有资料就有维度，对吧？好，一招电脑能够 capture 住的东西都有，都是资料嘛，对不对？好，那声音呢？如果我们平常听 MP3 都听什么384kHz 的嘛，对不对？或更高。那但是如果你要录音录起来，人耳听得清楚的，我们先讲单声道就好了，至少要 8kHz。8kHz 代表一秒钟 sample 8192次，十秒钟就是81920个 sample， 所以它的维度就是81920。OK， 好啊。如果你 map 到英文字，假设我们就一个英文单字就好了，那就一个一维。好，所以是81920的维度到一维。那围棋是非常可怕的，围棋非常非常可怕。围棋是19×19，361个位置，每个位置是黑白没有，所以3的361次方，相差不多就是9的120次方。好，大概就是一后面120个零，它的维度这么多。好，这么高维度的问题，传统 regression 完全没办法。所以呢，里面有一种比较特别的 machine learning 方法，叫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它是专门可以处理高维度的资料。那高维度的那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里面又有一圈很特别，叫做 deep learning， 它就是目前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发展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处理非常高维度的资料。好，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的这些 example 全部都是 deep learning 做的？因为他们都是高维度资料。OK， 好，所以呢，整个 AI 大家可以这样看，好 ，AI 里面有 machine learning，machine learning 里面有 deep learning， 然后目前全世界的发展重心是 machine learning 没有错，但是全世界基本上可能里面95%都在发展 deep learning 这一块。你每天看到的所有的新的发展，无人车啊，好，或者是什么对话机器人啊，好，全部都是在这里面。OK，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任务？它适合基本上呢，其实你可以，如果你开始学 machine learning， 你就很快就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东西适合 machine learning。好，例如说你的有很大量的 x 跟 y 的，而且有因果关系的，好，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它有 simulation 的，你可以写成 simulator 的事情，很适合。好，而且呢，它也可以有一点浓缩性，不需要百分之百精确的，好，这些都很适合。好，所以你就可以去一个一个去检视，好，就可以做练习。哦，例如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做 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东西不行？好 ，machine learning 不是解药，它不能解全世界所有的问题，它能够解温，就是它能够预测七级以上的地震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上七级地震只有发生那几次而已 ，machine learning 需要 data， 而且七级地震我们可以模拟它吗？我们就是因为不了解它，所以我们不可能模拟。OK， 好，它可以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也没办法。OK， 好，所以它其实是它适合某些事，不适合某些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它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德州扑克可以吗？当然很适合，因为而且早就被证明它比人类还强了，好，等等，好像预测股市，我刚刚讲过 data 的问题，观测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某个程度，但不可能没有目前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好，那但你得有更多更多的 application， 很快你就会看到说，不管在制造、在零售、在生医、在旅游、在金融、在任何这个能源、在各种地方，你都会看到一大票的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也就是说呢，以后我们写程式，所有只要让电脑做判断、做决策，或是 不一定判断决策，或是辅助判断、辅助决策，一定都是 machine learning。好，它基本上呢，今天我们在谈 machine learning， 我们在 promote machine learning。今天在天龙书局哈，或者在技术书的书局，有一大堆的 machine learning 的书。但是呢，请大家相信我，很快。几年内 ，machine learning 就会变成每一个写程式的人他必须知道的事情。好，就像20年前，大家有相信有补习班在学上网的吗？学做网页、学 Word、学 Office 有吧？对不对？今天当然我们有在教 machine learning、教 deep learning， 但是呢，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也许10年内，你是一个 software programmer。你需它是你的必备技能，很快会到这么一天。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幸运，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我也许很多人学 Python 不是为了 machine learning， 但是你们很幸运的一点是，如果你们已经对 Python 非常熟悉，甚至是专家，全世界最 popular 的 machine learning 语言就是。好，拿来做 machine learning 的语言就是 Python。好，我过去20年都是写 R， 好，不过还是蛮伤心的，它就是主要都统计的人在用啦，统计跟生医的人在用。好，但是如果你是 machine learning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往上升。好，这是 machine learning。那如果是 deep learning 的话，它其实力道差更远。好，因为主要的 deep learning 的 package， 像 TensorFlow、像 Keras、像 Sienna 都是资源 Python 资源的非常好。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你学 Python 就 OK， 是不会错的哈。如果尤其你要往这边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发展，好，那其实呢，那个 machine deep learning 有很多很有趣的应用，跑 beyond， 大家可能第一个学到都是学 regression， 学 classification。好，那事实上我很快的秀一下说，其实有在这之上呢有很多很有趣的应用，例如说哈那个。例如说像 structure learning， 它就是一个稍微 advanced 一点的 learning 的应用，例如说你做这个 object detection， 例如说你做 scene decomposition， 去预测每个点它的类别，或者是做这个自动上色，我们这个自动上色它基本上以我们人类来讲是自动上色，但是以电脑来讲它就是每个点取一个颜色嘛，好，那就叫自动上色。好，例如说这个是 x， 你可以说这里面的每一个点是 x， 好，啊，里面每个点的颜色是 y， 好，我就可以让它自动，好，它每个点选个颜色之后，就看起来就这样上色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个 depend on 你的演算法，它当然有很多那个有很多可以
好像这个 model 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给它 hint， 好，就可以给它 hint， 然后就可以去 manipulate 它的颜色等等，好，好，然后呢，像这样子的这个是用在那个 real image，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给它的 x 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它给你的 y 是一张彩色的照片，这其实乍看之下不可思议啊。好，其实我这个是去年的论文，2017年。的论文，我第一次看到我也吓了一跳，这怎么做到的？好，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给他一只黑白的鸡，他就给你一只彩色的鸡，嗯，好，或者每一张照片都可以。那其实它原理呢，说穿的很简单嘞。如果你学了 CNN 之后，黑这个 input 是256×256的黑白照片，它是把它转成这个。LAB 色域，它转到另外一个色域，不是啊，不是一般的 RGB 色域。LAB 色域是 L 就是亮度，好 ，AB 是颜色。它不用这个亮度当 input， 然后呢，它 output 是每个点的 AB， 每个点的颜色。好，它把它叠在一起就是了。那中间就是8个 convolution layer， 然后做个分，把它变成一个分类问题，分了一个313类的分类问题。也就是说，每个点它在313类都有个几率，它再把这个。根据 GD 再做一个 mean， 那这个 model 神奇的地方在哪？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它就是因为它看过200,000张黑白跟彩色照片的对应之后，它就学到了说，如果我的材质是这个样子，如果我这个亮度这一区附近这一区长得像这样子的材质，我就记住那是什么颜色。如果看到这个材质，我就记住这个颜什么颜色。那它能够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虽然看起来很架构很简单，但它有500,000个参数。等于说，它用500,000个参数记住这些事情，它就是很会记。OK， 好，现在 Deep Learning Model 是一个非常暴力的 model， 它没有什么智慧在里面，但它很会记。OK， 好，所以原理就是这样子而已。好，但是呢，它可以做到我们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做到的事情。好。像这个是他去做一些老照片，然后一些15对称的照片，然后看起来好像还有蛮多改善空间。好，那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 generative modeling， 好，它其实非常的有趣，它不是我们一般做的都是 predictive 的 modeling， 但它是 generative， 也就是说，好，它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model 叫 GAN， 好，叫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好，也就是说呢，你给它一堆 x， 它给你另外一批新的 x。他不是你不是说你给他 x 他给你 y 哈，给他 x 他给你另 x prime， 但是 x prime 不等于 x， 但是它的 distribution 是像 x。好，例如说你拿这对照片去 train， 然后经过很多 iteration 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 train 出一些跟之前的照片很像的照片，其实但是每一张都没有出现在之前的 x 里面，好，但是像这些都还蛮成功的，但是有时候就歪掉，好，现在都歪掉了。好，那这个是 NVIDIA 去年的 paper， 好，这些照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是人，好，他们是随机产生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要，他们是拿了那20万，也好像也是10万张20万张明星的照片下去 train， 所以 train 出来以后全部都长得像明星，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人。好，在这个就是都是 GAN 的变形，好，你可以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怎么做的，好。好，那这个它这边就会显示说，哦，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的实验，哈，啊，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完全都是 random 产生的，好，像这一张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不知道什么东西，有没有？那个就是坏掉的，好，它不是以前的 morph， 它不是以前的 morphing 哦，像这个并不是以前的 morphing， 以前的 morphing 是说你把两张照片中间做慢慢每个点做 shift， 但这个是每一张都是独立产生，它是给不同的参数，好，它跟 morphing 是很不完全不一样的技术。你也可以让它做诗，好，让它读很多诗之后让它写诗，好，不过这边是完全失败，它看起来很像诗，但事实上完全没有意义，好，因为什么影像跟讯号比较好做，因为讯号影像你只要颜色对的，我们就觉得那是那个东西。但是字不一样，字的话，你用频率下去做预测，但是呢，字的意义完全好，在这个版本里面完全没有去 capture。好，那这个例子呢，如果你没看过，我真的觉得一定要看一下哈，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验证，就是说，你拿了。很多，你拿图去，你拿20万张图去圈一个 model， 那圈出来的 model 呢，你可以让它生成200万张、20亿张、2000亿张，
长得有点像，好，风格有点像，但是就是不一样的图。好，而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 GAN， 它是 conditional GAN， 所以呢，你可以给它说，我发色要金色，我发型要，发型要什么？短发，颜色要什么？绿眼睛好了。好，这歪掉了，这不是我弄的，啊，好，要绿眼睛要不要？好，短发，好，我把这个短改成长发。好，因为你可以控制它，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维度有多少吗？可能性有多少？一张200×200彩色图，200×200是10万个点，10万个点彩色是12万，每一个点呢的亮度是1到256，256的12万次方的可能性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模型去找到说这256的十二万次方里面有哪一些 sample 是像这种图的，他去把它找出来。好，所以那空间非常非常大。好，大家看完这个就知道，大概就知道什么叫 generative modeling 了。好，这边是大家分享他们出来的结果。好啊，有条码的是比较好心的。好，这边有条码，这条因为那个 sample space 太大，这条码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把这个人找回来。好，这个叫女朋友产生器。好，所以这边就是分享女朋友的地方。好。OK， 但所以呢，你如果喜欢这一个，你就要把这条码记下来，不然你永远找不回来它了。因为你想想看嘛，256的12万次方，回去算一下那个数字有多大，很可怕的。好，那他可能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这个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了。好，那个 Deepfake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GAN 的应用。好，大家回去看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查 deepfakes，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应用。它也是 GAN， 它也是基于 GAN。好，所以说像这个呢，基本上它就是它的脸型。你绝对看不到奥巴马有这样子的表情，但是它是产生的。啊，这个是把大家看出来是谁吗？他把川普的脸放在那个希拉蕊的头上。对。好啊，这个是怎样？尼克拉斯凯奇放在谁的头上？这是谁啊？这是超人啊，这是 Superman， 这是哪一个电影？好，反正你去找，就是有人用 Deepfakes 把尼克拉斯凯奇放在所有的电影里面。好，他们很喜欢恶搞那个。好啊，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把任何你想要的脸放在任何人身上。好 ，OK， 好。那另外一个你不应该错过的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好，其实大家通常比较熟 supervised 跟 unsupervised， 另外大家比较忽略这个增强式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这里有一个 argument 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说为什么 brand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不能只用 supervised learning？ 因为呢，我们人脑呢，如果你希望 AI 跟人脑一样聪明就好，好，但我们希望它超越人脑啊。我们人脑呢，平均有10的9次方个 neuron 神经元。那神经元之间附近的神经元会有 link 吗？连结吗？所以我们平均有10的14次方个连结。好，那我们人一辈子活多久？90年是3×10的9次方秒。如果你活到90岁，3×10，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到死的那一天，你把你的脑袋的神经连结都学完的话，学每个神经连结的 weight 的强度的话，你等于一秒钟要学10的5次方个连结，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好，他说人类不可能是这样运作，人类绝对不是 supervised learning。好，就像说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你要先秀给他 sample， 他才会做嘛。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这辈子没有看过榴莲，我跟你描述。你看到就知道了，对不对？好，我们会类比，对不对？我会跟他描述某一个人，那你第一次见面就说：“哦，你一定就是谁。”电脑 supervised learning 不是这样做，所以这个 Jeffrey Hinton， 他是在 Google 好的那个在做 AI 的一个 leader， 他就说不可能是 supervised learning， 你 AI 未来的 AI 绝对主流不会在这里。好，所以呢，其中一个重点，好，除了Unsupervised learning 更难做之外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也非常非常重要。它基本上就是说，让 AI 从错误中学习。好，但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好，非常有意思的影片，大家就知道那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大概是怎么做的。好像，基本上呢，它就是你最简单的方法是你一定要有模拟器。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模拟器。
你要让一个可能十八个关节的机器人站着好好的，人形机器人站着好好的往前跑，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你十八个关节都要在正确的角度上，它才会站着。而且呢，你要往前跑的时候，你重心要稍微往前，才不会跌倒。对不对？好，你站的时候跟跑的时候重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让机器人，你让这个 AI 慢慢学这件事，就用增强学习，它一直 fail， 一直 fail 没关系，但它每次它可以找到稍微的把参数调得更好一点，把这个一组十八个参数调得更好，它最后两千 iteration， 你发现它重心可以往前的，它只要这样跑是最快的。好，这个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做法，它不是说让人去示范，它是让 AI 从错误中学习。好像这个呢，八个关节而已，但是它很容易打架，很容易打架。好，它一样就是经过不同的 iteration， 它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跑，然后就会卡住。好，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种感觉。好，又翻面了。好，最后再看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更好玩。要让人站起来，那十八个关节其实更难。好，这个已经跑得非常好。要让人站起来，其实你一定某个地方要用力嘛，对不对？好。然后在你没有 knowledge 的时候，你就是乱踹啊，踹到某一次你会成功，那你就记起来。好，然后你以后就是在那次再往那个方向继续走。你已经失败六百次，他才会站了。好，失败六百次，他才会站起来。好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这里是 Google DeepMind， 就是他们 DeepMind 就是做 AlphaGo 那个团队。好，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练习说怎么让一样是让人形机器人去做比较去跨越障碍啊这种，好，就是一样用 reverse learning， 好，说 no prior knowledge， 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人类去秀他说应该怎么样，没有，他就是让他乱踹，好，踹到有一天他就学会了，好，因为反正在模拟器里面你唯一要的就是 computational cost， 好，给大家看一些比较好玩的，好，他这个右手不知道哪一次学到的，好，某一次成功的时候他右手是这样子挥，他就。因为他没有拉力矩，他不知道说这样会其实多余啦。好，但是他就因为某一次成功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就一直会这样子，会好。他可能这个他 utility function 他没有加上一个动作越小越好啦，他只是现在就是以成功为主。好 ，OK， 好，这个左右都怪怪的。OK， 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什么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了哈。那个基本上呢，你未来要让电脑做任何 control， 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天下。好，那它门槛比较高，它门槛比 supervised learning 高，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有用。好，不管你是要操作无人机、操作这个车子，或者是像 Google， 它就是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操作一台 server， 现在要开关或者是 suspend， 就是休眠。或者是在产线上去做任何的参数调校，或甚至是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好，那 OK， 好，大概没有空再讲有的没有的了哈。其实时间，好，我再最后大概讲一下，我花几分钟讲一下我们人工智慧学校在干嘛哈。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有一天我在众议院里面遇到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叫孔祥宠，好，他是众议院的院士，然后他就说啊，台湾啊，这个 cloud mobile social IoT big data 在国际上面其实没有台湾的位置，对吧？好，就是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事。政府也是帮很多计划，其实在 这些过去二十年的所有的重要的 IT trend 里面，台湾没有什么重要位置。我们永远有一个位置就是代工，对，但是我们没有其他在价值链更高的位置。好，所以呢，他希望，那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 AI 之后看不到任何东西了，你看不到下一个 trend 了。现在最红的就是 AI 跟 Blockchain， 对不对 ？IoT 没了，你没有看到其他大的东西在后面了。好，就是 AI 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说，哎，我们能不能用 AI 来帮助台湾提升产业竞争力？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跑了台湾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公司，然后去拜访，啊，就是石化业啊，搞各式各样的制造业啊，农业啊。好，然后就去看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但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缺人才啦，第二个问题找到人才不一定知道怎么做。
好等等。那我们就组了一个 team 去帮忙做一些 pilot study， 说哎，我能不能用 AI 来做瑕疵检测？好，其实你会很惊讶发现，每一个制造产业都一堆人在检查瑕疵，不管是玻璃表面、金属表面、PCB 表面，或者是 IC 插件之后焊锡太多、焊锡太少，好，插件没插好。好，这种东西有没有刮痕？好，全部都是用人来做。Even 像美国就有超过50万人在做这种 quality inspector， 在检查瑕疵。好，那因此我们，例如说你现在 deep learning 就专门最适合做影像，做 computer vision 了、啊，你当然就可以用它来做啊。就我们做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效果都非常好。好，因为人的漏网率、人的 leakage rate 就是你是瑕疵，你还让它跑掉，大概都是大于 5%。但你用这个 deep learning 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5% 降到 0.01%， 好，然后速度可以从120万。提升到1440万，另外一个工厂呢，它是 13% 的漏网率，我们降到 1%， 然后300万张提升到800万张，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很适合做用来做瑕疵检测。然后例如说你要调流程控制，好，就是你要调那个参数，好，我们可以把良率一个制程从良率60%提升到98%。好，那例如说你可以预测你的马达什么时候会坏掉，什么东西会过热。好，什么时候耗材该换，这些都是可以预测的。好，所以像这个是预测某一台空压机什么时候会烧掉。好，那这个是说你要这个产品，然后我有这么多染料，我要怎么去挑染料出来煮出来会刚刚好这个颜色。好，这个叫打色。好，这个在染整页里面叫打色。打色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现在成功率大概77%，你用 deep learning 可以把它提升到95%。好，所以我们在半年内其实帮助很多公司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发现说我们完全不能 scale， 因为你台湾可以组20个人的 AI 团队，你有办法组2000人的 AI 团队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台湾130万家中小企业，你怎么可能靠一个团队来帮忙呢？因此你要能量放大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让台湾每一个人都懂 AI， 不是每个人啦，会写程式的人都懂 AI。好，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组一个基金会，叫科技生态发展公益基金会。好，跟台湾的制药科技协会一起来办人工智慧学校。那目前我们这个基金会呢，有6家公司捐赠，台硕、奇美、英业达、翼龙电、联发科跟友达光电。好，他们各捐助3000万元。好，我们组出这个基金会。那这个学校呢，它一句话来讲就是产业 AI 化军校，就是说我们要培养 AI 的大军，然后来帮台湾各个产业。好，我们讲产业 AI 化的意思就是说，各个现在的产业，不是讲 AI 产业，是讲我们现在的制造、金融、服务、零售、农林渔牧业，每一个产业如果需要 AI， 要有一群人来帮助他们。好，这个叫产业 AI 化。好，因此呢，我们目前是台北这边呢，我们就是跟中研院租场地，有750坪的校地。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基本上大家很多时候都在写程式，写程式是他们写程式的位置。好，然后我们为了这200个学生，我们就买了大概2000多万的 GPU。好，因为你做 deep learning 没有 GPU 是太慢了。好，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公司，找了很多机构，把题目拿出来给这些学生做，因为我们希望他毕业结业3个月后、4个月后结业的时候就马上可以上战场，所以他们做的题目必须是 real 的。OK， 好，那我们有2班，技术班跟经理人班。好，技术班是1个礼拜3天，经理人班是每个礼拜1天。那这是我们第2期的数据。好，我们已经结业一期，这现在在上第2期。第二期的时候呢，报名500人，那我们考5科，好，微积分、线性代数、几率统计、程式设计。好，大家应该都忘光了吧？好，大家应该每天都在程式设计。好，那我们考5科，我们录取210人。好，然后来，你可以看到来自各产业，制造、金、资讯、电子、石化等等。好，那经理人班呢，报名700人，录取250，好，所以我们录取率并没有很高。好，然后哦，这第二期的结业典礼，啊，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一班，我们第一期呢是上5天，好，大家看一下第一期他们怎么上课的。第一期呢，那个1月27号开学，第一个礼拜就是上几率统计，第二个礼拜呢上 machine learning， 用 Python 跟 scikit-learn， 好，然后第二天就是到那个 random forest， 好 ，decision tree 跟 random forest， 第三天就上 KGO 去打了。好，然后呢，到第五个礼拜啊，反正第五个礼拜就是到 RNN、CNN 好这个东西的，好，所以他们前几周全部都这样子，好几个都在打包，好，都在打包行李，好，不过呢，到最后几个礼拜，他们其实大家都适应了，好，都活过来了，所以都活下来，所以他们最后大概每天都在办读书会，好，都在 study 东西，
好，然后到他们结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你看他们的这个 slides 就是什么 NLP LSTM Auto Encoder， 好，这个看的就会蛮掉眼泪的，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完全都不知道，但三个月后出去的时候，就这些东西都变成他们的基本知识了。好，所以 basically 三个月从这个到这个，好，大家看得懂，好，我们用图来讲就知道了。好，那所以他们的专题实作成果呢，就是说像做这个台股指数预测啊，房价预测，肠病毒爆发预测，自动写稿，好，然后用动物的声音来辨别它现在有没有生病啊，好，或者是说这个文章的标题自动生成啊等等，好，就在做这样的事情。OK， 好，我们有一个产业化的创新 AI 产业化创新竞赛，就是做 business， 比较是 business plan 的。那我们现在新竹分校是在那个园区，好，我们现在是只有台北，然后新竹也有一个校地，然后台中我们有两个校地，好，一个是在中港路上，好，这边是站在赤鬼牛排前面拍的，好，在这上面三层楼，然后呢另外一个分校，另外一个校区是在东海大学的人文大楼，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台北正在招生，然后新竹、台中第一期，好，台北已经弄到第三期了，好，然后那个新竹第一期、台中第一期都在招生中，好，那个我们应该也是很快会到，应该是高雄啦，好，高雄会去设分校，好，所以呢，如果以这个速度的话，我们四个校区每年三期，每一期500学员的话，我们一年渴望为台湾培养6000个 AI 的工程师跟经理人，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最后呢，最后五分钟，因为听说玉山是那个 sponsor， 好，所以我这个介绍一下玉山，好，那个 OK， 我加入玉山金控之后，我对那个成立一个科技长办公室，好，然后呢，我们的科技联队总共有四个单位，好，科技长办公室、CRV 小组、跟资讯处、跟数金处，好，而这两个特别大，不是他人特别多了，不是，因为只是我比较，因为这两个团队是我带的，好，那科技长办公室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做比较做策略面，比较做整合面，好，或者做一些新技术。那 CRV 小组呢，可能大家有听过，它叫 Customer Risk and Value， 好，就是基本上是从客户的价值跟风险开始，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玉山的这个资料分析，好，跟 Big Data 跟 AI 的 Team， 好，就是我们做所有的资料应用，做资料科学跟人工智慧的技术。好，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团队是数位金融跟资讯处。OK， 那基本上呢，你说这两个团队做什么？基本上就是所有 FinTech 的领域，包括说怎么做更好 Lending， 好 Blockchain， 然后 RegTech 怎么做风险控制，怎么做这个个人金融，做 Payment 做得更好 ，Insurance 一点点，玉山的 Insurance 是比较少一点，然后 Wealth Management 怎么做 Automobile。那个 robot advisor 叫做自动理财机器人，好，然后这个 mortgage 做，例如说做房贷，做那个房子的那个估价，或者是风险，或是房贷的风险预测等等。好，如果再具体一点的话，好，就是说做怎么去做更好的个人化理财商品，怎么去做客户顾客的流失的分析跟防范，怎么去侦测诈骗跟洗钱，或者是其他的风险控管的议题等等，就是大概就是把 AI 应用在任何你能够想得到跟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地方。好，那我们用什么工具呢？基本上当然其实这个玉山做成立 CRV 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所以早期我们是用 SES，然后我们当然有用 R 跟 Python， 那 Python 的话主要用 Pandas 跟 Scikit-learn， 然后先用 Deep Learning 也是用 TensorFlow， 好，所以基本上也是应该说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工具，好，然后所以好，这个就是真才，好，就是 Anyway， 如果你是多跟这个什么人工智慧 FinTech 资料科学家好相关的，以后也就是说可能未来是这两个团队的话，以后你就常看到我，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后呢？啊，对对对对对，我想到了。那等一下演讲完，我会在那个，因为好像有个摊位，我会在摊位留到中午，好，所以欢迎来找我聊天。
好，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的 take home message 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就是说今天的 AI 呢，真的很像1994年。好，我们这里可能有人还没出生，对不对？好，1994年 World Wide Web。好，今天很多人可能没有用过 Mosaic。啊，可恶，有代沟。好，不讲了。第一代的浏览器，全世界的第一个浏览器叫 Mosaic。好，但现在大家都用 Chrome、Firefox。好，那个，所以呢，今天学 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跟1994年学习 HTML 跟 CGI。好，早期没有什么 ASP、JSP 啊，早期是叫 CGI 一样。好，所以你真的就是越早开始越好。好，因为以后大家都会的事情，你 eventually 就是要学的事情，你越早学会对你越有利。好，那重点，而且呢 ，machine learning 呢，它的门槛真的比较高。好，尤其我刚刚讲了一些比较 advanced 的技术，这比较高，一直在堆，一直在堆叠。好，所以那个如果说你对有时候半年一个一年完全没碰，之后再 pick up 是比较难。好，所以呢是很值得投资的时代。好，那而且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在几个领域有杀手级应用，像制造、金融、生物。还有医疗都是，我觉得都可以很明显，其实像农业也有，都有很多杀手级应用。所以呢，如果你是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你想要投跑，像我就是说，哎、欸，我希望把 AI 应用在金融领域，我就选择在今年去加入玉山一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timing。好，因为这些领域呢，他们都非常需要大量的好，尤其是尖端的科技人才加入来帮助他们。好，就是这个 timing。 那再来是呢，你真的要相信说你 AI 现在看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好，如果你听过 Google I/O 那个 Duplex 那个自动定位那个对话以后，但是呢所有人都相信 AI 才刚开始，就才刚起步而已。如果你已经觉得你会 CNN 会 RNN 你已经很厉害了，好，千万不要这样想。好，那些都是最基础的技术。好，如果你有余力，我劝你往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往 transfer learning， 好，往 reinforced learning 走，好，那边才是精华。好，千万不要觉得你会 CNN 套进去会 X 跟 Y 会做 mapping 会做 training 就做完了，没有没有 ，machine learning 不是这样子而已。好，那真的会很有帮助的 learning， 还有很多 advanced learning 技术在后面，那会真的以后会真的改变我们的，不管是 business 或生活的每个面向。好，当然还有包括 generative modeling， 我刚刚讲的。好，就是你不是做 predictive， 你是做 generation。好，那我想，因为今天还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好，在 PyCon Taiwan 跟大家好做分享，好讲人工智慧，讲人工智慧学校。好，然后那个好，就再讲一次，就是说大家都是 Python 的爱用者，好及专家。好，我真的觉得一句话，你不能错过 AI。好，绝对不能错过，不然你这个 Python 白学了。为什么？因为你 Python 学就是要写 software 一定要有脑袋，脑袋就是 machine learning 做的。OK， 那最后也记得等一下有空的话来摊位玉山摊位找我聊天，谢谢各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因为那个陈老师刚刚有说他会在那个玉山的摊位，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问陈老师。刚刚那个浏览器，我真的听了觉得好像自己很老了。Yeah, I feel very old after the browser part, and I miss the mosaic part, but I started using Netscape when I was like beginning. Alright, let's present prize for Dr. Chen.